各位超星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醒醒吧，团建了！我是今天的团建小队长王东辰，我是今天的第二位团建小队长张胜熙，请今天参加团建的小伙伴们登场，和超星制作人们打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天翼 Sk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孙云东 DDMO Cas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展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贺文。今天的醒醒吧团建了，我们要分成两队进行游戏对抗，每队通过丢骰子的数字来移动位置并完成相应的任务，先走到终点的队伍胜利并获得惊喜的奖励。哇，惊喜的奖励哦。那么其实有那个分队的方式啊，就是最简单以及最有标准就是剪刀石头布。 OK OK， 那我们直接开始选人吧。选人吧，选人吧，你出什么？来吧，我出石头。 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哇，就比较真实。我也相信你。行吧，那就是都是哥们儿。对，那你就先选吧。先把小兽，我小兽。我也要把我的 team 组过来。这 team， 这是 team。来再来，剪刀石头。你出什么？我出剪刀。好，剪刀太 real 了。不，行 ，OK， 剪刀石头布。OK， 你看 real。我要 rapper。好，来。谁说他不是 rapper？ 我要天才。哇！给我们的队员带上袖标啊、！Yes， 我们也要带上。Yes sir，Yes sir，、oh, 来办我们的成队。好，三个字，搞定你。我爆了。我想说，天才应该也有失误的时候吧？那也不怎么的嘛。不是哥们儿，想象跟他不一样是吧？不能往外拐。狠话不是特别的狠。我peace点，peace点。好、okay ，那咱们就直接不说了。啊，剪刀石头布。Yes sir。说。哎，干嘛呢？哎呀，你们一个玩的欺负人是吧？Sorry。那我就先抛了哈。OK。哟，要。五。这边一二三四，第一个就问号，上呢？第一个就问号，问号。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？所以我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名字放上去？要完成任务。啊，玩什么任务呢？OK， 机会。陷阱任务。陷阱。哦，原来是个 trap 呀！掉 trap 里了，掉 trap 里了，我哥。任务的要求就是会征服，能吸引好需要佩戴我们的游戏道具进行线下游戏。迪摩开始选一个吧。好。啥呢？你知道我像个小婴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铃铛是往脑子里响的，这个铃铛。那恭喜那个成队的任务就算成功了，我可以移动我们的格子到下一个地方。走。哦，这么简单，这么轻松啊！原来，哇，所以这个能摘了是不是？不能，要带一整局。全局，哇哦！带吧，走，就到这儿，就一次。就他们根本走不完，走不完。到我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我总感觉我会掉到一。那就一定是一。那就一定是，相信你的直觉。不是，有时候我真的手气真的很差。Let's go。去吧。二。单人任务。单任务派人去吗？好，那张胜熙的单人任务就是对着镜头展示一下卖萌脸。Yes！ Yes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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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！该来的总会来，很好。该干嘛干嘛吧。都这样了，都这了。别呀、啊，你这样，快教我一个，快教我一个，教我一个。谁会呀、啊？套路谁呢？教我一个。一个不会，根本不会，根本不会。哎呀，让我们不看，我们不看，闭着眼睛。好好好，别看。我们不看。大家这个时候就要多抓拍一点了。一个了。第二个。好、最后一个，加油！第五个一起来呗。这干啥呢？那么帅吗？哎呀，这撒娇这么帅的吗？好，过关，好耶！好棒，耶！一起来就过关，可以移动你的。这小布一挪，是不是到我摇骰子了？来吧，来吧，六吧，来吧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六。
不要整上。六六六。啊！差一点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们一定可以。又来，又是个问号。又是问号。又是个问号。啥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正常多了，咱仨都带。对，要不让他们底下家的、哎、下巴带一个。行、啊。哎，我这颜色还一样的。哥们都懵了。不是。不是。哇，天线宝宝。这三步手到擒来，哥们儿都懵了，直接就是过去了，这么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摇个六，天才的手气，我来，我手气，来个六，来个六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哥，哇，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单人任务，单人任务。那赵天宇，你的任务是给我们清唱一首歌的小段。哇、wow, ，这么简单，这不是奖励吗？不是，怎么到人是才艺展示了？才艺展示啊！我唱一个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一人站在太阳下。Oh no！ 哗啦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啦，进入我的心。Oh yeah，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？好，谢谢 IT， 谢谢 IT， 找到了，你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能听到这样的歌声很荣幸。我先移了，我先移六步了，终于可以挪了，耶、yeah。Yes， 必须是六，必须是六，必须是六。说是几就是几，我们说是几就是几。告诉他什么叫六。好，靠感觉。是吧？不六就五，都肯定是大数。不六就五、啊，不六就五、啊。哇！我说这按磁吸，你们不信？我这骰子带磁吸的吧？对不？是不是我说按磁吸就是按磁吸？没事，叫这游戏教练。太拧了，我哥，太拧了。你这走完了，我们这快完了呢，怎么？再来一个未知任务，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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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务。哥们儿懵了，我们就快走完一轮了呢。来吧，来吧。谁抽？你来抽，我们队长。不不不不，你来抽。来，我这想是哪个就是哪个，想是什么就是什么。都哥们儿，这个，就这个。都哥们儿。什么什么脱袜子对决？脱袜子对决，一v一。好，好，一v一脱袜子对决。本队派出一名队员，并由本队指定对方队伍的一名队员，两人进行一v一脱袜子比拼。先脱下对方右脚袜子的队员所在的队伍获胜。若本队胜利，则可以前进对应的骰子点数，限时一分钟。16秒，开始。来了。哎，护住护住我哥护住，这什么破游戏啊，我感觉收脚收脚，哎呀，赢了。 Oh no，在我身上像个石头一样，我感觉他们两条蛇一样要缠在一块了。太猛了，这个游戏呀！还我袜子。OK。信任，信任，信任，坚定的选择，就直接是六步。来吧，撤，就直接飞的飞过去，就直接就是。好，恭喜同队获得胜利。啊，耶！哎。喜欢玩这个，你就把个人技啊什么的都说，人脱袜子最快。他们等我等我，头子来个一，来吧队长，队长绝对这次我跟你说成了，成了三，我又进了一步，我变成神秘任务了，触发神秘任务，可以、哦、问号 Magic 是问号对吗？问号变身显眼包，他们三步到了。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加油弟弟，比完了，来吧，加油，根本不虚，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六，五六，
四五六都可以。老哥开光了。耶、yeah! 二四。不是我说四五六都可以。四五六都可以。问号。又是问号又是问号。两分随随便便送的送的。我拿这个吧。我拿这个。咱俩带这个吧。悬鱼咱俩撞了。咱俩撞鱼了。又变熊了。哦这个好看。这个好看。发色。哦。进入到赛点了现在这个阶段。明白直接一个六。直接就是六。看都不用看。哦、也没问题，也不错。啥呢？单人任务，单人任务，就直接反超来。这个任务是一个问答题，然后并且要说出为什么。好，真好。如果你有妹妹，你会选择在场的超级妹夫做成妹夫？妹夫，妹夫，这是能说的吗？知根知底，知根知底。嗯妹妹跟弟弟，哎，哎啊，坚定的选择。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Yes， Yes， 都可以移动的。哎呀，一步之差，就赢了一步，不小心，不小心。好，都是赛点，都是赛点，来吧。哎，但他们再摇一次就赢了呀。哦。他们要摇且完成的一个舞台。天天，加油！我来。幺幺幺，正正好好来一个二。六。整。整啊！整就结束了，刚刚好。整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整。还有一把游戏，还有一游戏。你先吧，我来。这个看准了，加油啊！别让我们再扯袜子、扯裤衩了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让一小步。本队三位成员仅用下巴、脖子、肩膀接力，传递橙子，30秒内成功传递5个橙子，则挑战胜利。本队可以填进对应骰子点数。30秒这个有点艰巨，这个意思是6秒传一个吧？好喜欢这个游戏，好喜欢这个游戏，好喜欢这个氛围，爱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那我开始整了，开始整了。你先放，从放开始，从放哪开始？你直接放脖子上先。计时开始。你来反了。走走，哎，好走。OK OK。嗯 ，OK OK， 有啊，这个效率。他们掌握感觉了。OK OK 啊、ah, ，No， 掉了。那 OK。这几个了、？Yes， 整。幺幺幺，可以啊！稳住，夹紧。好，时间到。啊？几个了？4个。没成功。没成功，因为我都掉下来了。只差一个，太很棒了，已经，已经很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厉害了，这就30秒了。我们直接取胜，来，直接取胜，直接取胜。哇！合住眼睛赢他们，这个不能输这场游戏。赢了！1、2、3、4，单人我弟弟只有你了。完了，就做要出事儿了，要出事儿了。请说出《瑞超英雄》制作人的一个作品。1、2、3。Switch to me。太简单了。好。哇！但是蓝队也很棒。那算赢了吗？我们也属于。蓝队很棒，蓝队焦灼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橘子的，我们绝对完成不了。啊。我们可以浅试一下，可以浅试一下，对，只要一颗大硬板，再试试了，别亲上就行。这玩意儿我觉得肯定不太可能，你知道吗？夹住我，夹住我，夹住我，啊，夹不住，这俩人，这俩人，夹住了，没问题。我这回去斜方肌还得练呢，再练一块，整个就是那种大斜方肌的话，斜对，直接放这儿了，玩，放这儿。恭喜成队完成挑战，可以移动相应的点数。啊，就结束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那游戏结束，恭喜成队。感谢大家支持。游戏结束，那恭喜，真的很恭喜。成队获得了这次游戏的胜利，然后也请工作人员颁发一下奖励。
这个奖励太丰盛了，我的天哪！在游戏过程中，我发现也了解了彼此，都是很 nice 的人，所以说我们在以后的舞台或者怎么样，我们也有更多的合作的希望，所以说继续加油吧，我们。蓝队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对手，非常棒，谢谢。就是有你们这样的对手，我们很荣幸，彼此感到荣幸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奖励，就是另外一支队伍对我们的真诚的赞美。那当然，因为刚才比赛过程中脱了袜子，然后又唱了歌曲什么。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豁出去了，所以说这种精神我觉得值得赞美。对，谢谢，这是名归啊。那本次醒醒吧团建了就结束了，超星制作人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